借日子口，二位干嘛去？爷们儿，师傅问你话呢。啊，情人节出去溜溜，还出去溜嘛？在家待着多好啊！家里有人不太方便，那您了这次要去哪儿呀？啊，那什么，去宾馆。嗨，您少说呀，我认识一家既干净又卫生、抗还带震动的。啊，不用了。那您二位去宾馆干嘛去？下象棋，我俩下象棋去。那带我一个吧，咱谁输谁下场。啊，我棋盘忘带了。没事儿，我车里有。爷，怎么还睡着了？那姐姐您棋艺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就是炮打的还行。巧了吗？这不是，我炮打的也不错，咱俩死活得杀一盘。这一觉睡的。哟，大哥，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啊，刚梦见自己脑门发绿变王八了，给我吓醒了。那正好，咱商量个事儿，您看这么晚了，咱就别打表了，图个吉利，您给80就完了。师傅，天还没黑了，这大太阳您看不见。尾号383，就是那辆车。是牛？嚯，怎么个意思？马路你们家开的，现在狗也能考驾照了是吗？你看那倒霉德行，下车还傻吗？俩眼珠子都离奇了，眼睛给你算是照进了，抠出来给我当炮踩，还能听个响。哥下中午吃奥迪给噎着了是怎么着？用微付给你来点稀的溜溜货吗？看您这车是奔驰桑塔纳拼的吧？上马路奔上来了，家里哪个亲人去西方极乐净土了？脑子里有根儿吧？用我联系肖恩医生给你开个颅嘛？但是我看你这情况得眉毛以下截肢。小 BK 的，瞧你那揍性，一身脑踹，喊你凑狗屎都抬举你，受累照照镜子，咱猜个灯谜，看着你自个儿打100年老字号。狗不理，我可真服了，长这么大个子没碰见过你这路号的孙鸟，搁这玩灵车漂移呢，给你个条数是不是就能上天了？我帮你取个好听且响亮的名字，二傻子在即便。你看嘛，没见过你父亲是吗？非得让我下车给你来个大塞的，外加一个德和乐，你才美。忘了你小时候被七匹狼支配的恐惧了，记吃不记打的玩意儿。怎么着，生带拉家里了，不鲶鱼呢？12生肖里面没有你，你属电线杆子的。人家爱情动作片还会恩啊，这是别挨骂了呢。你舌头上长狗尿。台了，把嘴粘住了是吗？赶紧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我还得跟人姐姐下象棋去呢。您好，客运处的，有群众举报说您跑活不打表。拜拜。